大家好，我是方三亮。我们台湾大歌厅已经做到100集了哦，而且要恭喜这个台湾大歌厅，也祝咱沈哥、新梅姐跟咱的孔锵老师三个老公阿飘继续做到100岁，恭喜恭喜！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，台湾大歌厅即将迈入播出100集，每礼拜六暗时7点，敬请收听。新竹电视台台湾大歌厅。